南无龙宏慧祥佛菩萨。南无龙宏慧祥佛菩萨。南无龙宏慧祥佛菩萨。无上寿亲密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以这个龙宏宝忏，咱五十三夜遐讲到，教咱对今仔日起到甲成佛迄天为止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。各位，四无量心，咱知影慈悲喜舍啦。六波罗蜜呢，咱知影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啦。那么第四种叫咱爱精进，精义就是顺，顺义就是精嘛。进呢，不退就是进嘛。咱的精进呢，学佛爱精，搁再顺，袂使佛道两修啦。啊！你今仔日学佛啦，受戒啊，啊个咧模棱两可，啊你啊个咧分袂清楚佛道。啊，师父啊，你都毋知咱这个人就是安尼，啊得佛，啊得人，啊得神啦。哈哈，各位，这互你偌认真嘛，袂使叫做精进。精进的人就是又纯又精。是安怎的叫咱精进？精进才多懈怠啊！所以讲，佛祖足敖的呢，伊知影咱哦，凡夫的心哦，很懈怠，足敖家己找理由，把家己放互轻松。你都会当精进，是安怎你毋精进？啊！艰苦啦，啊，安尼较快活啦，啊，再来拜佛，着拜到遐艰苦，遐尔啊紧张，要创啥呢？啊，拜佛着豆豆啊来嘞，啊，慢慢啊来，安尼吼。所以各位，慢慢啊来着懈怠啦。生命无常啊，是去依个命的衰减。啊，你会当慢慢啊来嘛？你甲想讲，你何时才学佛？你当时才会晓要精进？啊，精进呢，都行十步退三步，啊，你想你较会行会到位啦。啊，你一步十行啦，拍一天，啊，就唱起来，互量十天，啊，是要安怎会修啦？所以必须甲咱讲，精进就是行，就是行；出家就是出家，出家这条路一定要修到到。在家修五戒菩萨戒，这条路你戒修了，你就要好好乖乖上轨道。你袂使讲行到一半，讲啊，我无爱啦，啊，遮艰苦，我无爱去修，无爱修啊，我要退堂。各位，进一步是西方，退一步是地狱。你看看你要进还是退啊？你家己想啊！你到时若摕落来，你毋通到时堆落，你阁讲佛祖无保庇，菩萨无甲你扶咧，迄是你愿意落落啊，毋是人无要甲你救啊。所以精进要怎啊？精进就是要救你啊！你若无精神的精进的精神，你会当做一件成功啥？你即世人来这世间，你到底有啥物？最可爱嘛，精进尔。好、哦、哈，你看嘛安尼，有够精进拍拼。你看啊，规工上经啦，安尼透早就上经做功课啦。你看，你让人家看你呢精进的程度呢，你到底有心无心不管哦。毋过人看到你安尼，人甲你赞叹阿乐。做人就是即呾皮尔，对无？啊，心里来皮里我，啊，所以你家己想。精进为什么人好？为你家己啊！再来第五，爱有禅定。禅就是静如，定
就是定情。你的心内内底，伫咧诵经、伫咧听经、伫咧咧念佛，有静落来无？你若有静落来，你就清清楚楚啊。你若无静落来，有时候会起一种烦，哇！念几工，叫我念到遮济，我要念我当时完啦。安尼就是无禅定的人，无禅定的人，因为伊会散乱啊，对无？哎呀，师傅啊，你那一支香拜遮久，拜到后要忝死，啊，到当时会煞，啊，即马几点啊？啊是安那人，大家拢无人咧念安尼，啊你哪你哪咧想安尼？因为你散乱啊，你的心真散。佫真乱啦！你定袂落来啊！啊，一支香嘛才五十分尔，啊，你五十分都定袂落来，无你是过动儿呢？不应该吧？所以各位，是安那拜佛人参加法会，拢总是有年纪的人才有法度。你叫少年仔来呢？少年仔坐跪袂调，坐袂调，拜袂调呢？因为散乱啊，读到底安尼，头脑一堆啊，心情郁卒啊，想一大堆。你叫伊安尼哦，伊拜袂落。啊，为什么老大人才有法度？因为老大人呢，经历有够，行过的路已经该行拢行过啊。啊，知影人生短短啊，特别时间也无介济。所以伊若阁无精进，阁无禅定，阁无定力，说不一定话再见就再见了。咱人的性命毋是你咧主宰的呢，性命是瞬间尔呢，一去不来，再见拜拜。有啥？所以你讲练一个呢，听经的定力也无，听上经的定力也无，你规工散也无，你是要安怎？啊，你散也后边生死要如何？你遇到三途之苦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你叫天天袂应，叫地地无声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你还记得有什么吗？你敢知影讲你有皈依吗？袂记一下，就散乱啊！读到底就愈夹夹。所以各位爱学禅定，禅定就是爱把家己予定落来，予沉之气，予伊安尼会静落来。啊，若无咱即个心吼，咱即个心吼是心高意嘛，是安尼啪啪啪啪走。啊，若要学禅定，无法度，所以以后咱六句提愿时，若起好，咱有起禅堂。咱的禅堂若周休二日呢，恁呢心若足烦呐，操劳足无闲呐，啊，着逐工吼，踮即个厝内撸来撸去，你会使去提愿时坐坐禅，去遐静落来，静一一暝两工的。安尼吼，啥物烦恼拢无，啊，拢甲安尼甲放哦，轻松坐遐坐坐禅坐两工。你搁再再度封尘的时阵，你敢会知金光闪闪滚的？搁予你转来的时阵，读个清清楚楚。尤其六句提愿时遐是阳气够足，你毋免食啥物火阳，毋免去遐就拢阳啊，很多阳，让你呢。精神饱满，你的脑细胞会加速活跳。等下提完时起好，你去坐禅，你就感觉讲啊，这什么叫做西方极乐世界？这是人间的西方嘛？得搁去对，唔念，去提完时就好。所以讲，禅定是要度咱的散乱啦。最后一种。叫做智慧，也叫做法界。法界要度啥？度愚痴啊！
你若有智慧，好歹你就分得清楚，你就袂安尼痴呆，分袂清楚。秀才当着兵，有理讲袂清，啊无法度啊，啊伊就痴呆啊，对啊。啊，所以咱呢，若有智慧的人生，各位。有智慧的人生哦，做任何代志很有次序，头绪搞得很清楚。要创啥，拢足头脑足清楚的，袂讲哎，我也知，啊，这要放伫底，我也知。你甲看有可能无？啊，食饭袂晓对嘴爬落吗？知啦，唔免电话，我嘛爬对嘴落啦。吼吼吼。啊，安尼，你安尼做工课，手摕啥物物件，应该即个物件会歹袂歹，你敢毋知？无智慧的人是有够可怜的，会歹的物件摕去凊彩甲弹的，袂歹的物件甲摕，是我足好势。你甲讲看世间，你甲看愚痴的众生有偌济？啊，做代志呢，拢无头无绪，着搁人去收尾。人生若讲做一个项工课，着搁人收尾，若即款的拢无智慧啦，智慧拢不足啊。啊，毋是伊本性无智慧，本性有，因为散乱心伤重，所以无定力啦，伊的智慧就逼袂出来啊。啊，着做一项，判见三项，啊，所以头前想，后壁着甲远掉啊，所以足可怜的。啊！佛祖教咱学六道、波罗蜜，有啥物唔对？拢嘛是对咱好处的啊！你今日若无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你要怎样得到波罗蜜？波罗蜜是印度话哦，翻译过来咱即间叫做彼岸道，也会使叫做道彼岸。你若有行这六项，你将来才会当对生死的处欢度过甲涅槃的彼岸。这个世间就是一条河流，这条河流你若无透过这个六道的船啊，你无法度渡过。你要安怎定彼岸？你无定彼岸，你就无生死无了啊！生死无了，你永远就在生死的烦恼之中流，起起伏伏。各位，你若看到迄个海水咧涨水，海啸来，迄款的海水，迄真正是恐怖万分的。啊，咱人哦，好奇的人足多。你看到迄个大水来，迄个海水咧溢来吼，走去迄桥顶看，逐个拢徛遐看，无瞬间无两秒钟，连桥顶的人拢要流去呢。你甲想讲，多么汹涌啊！啊，即落呢烦恼的河流，对咱一念不觉。所以呢，生死轮回，安尼一浪，甲咱一过一浪，南地甲咱呢来到人间，念念甲咱一对呢地界去，南地一对众生去，安尼伫甲咱一直甲咱下过呢。你有才调，倘好讲，你即个大影的内底，你家己爬起来未？爬未起来？你爱透过船只。所以讲，苦海中一片的自舟。你若无佛法，你的生死何时了？你今仔无皈依、无拜佛、无受戒，你等于呢？你没有救护你的尊者。只有呢，你呢有皈依、有受戒，你才有人通甲你救啊！你无上船呢，你就伫海底伫咧浮浪啊，即影。后影推前影，对无？你都毋知，甲你推对对去咯。所以各位，波罗蜜就是啥？叫做涅槃。涅槃就是叫做啥？涅槃毋是死去哦，涅槃就是圆寂，
就是所作依般具足佛法。所以唔好把涅槃当作是讲死去，涅槃就是功完过完完结，就是爬起你去幻顶，迄个时阵由你自己去做主，安尼叫做六波罗蜜啦。那么除了这六波罗蜜以外，叫咱爱四无碍地。四无碍地有四种的无碍，第一种叫做俗无碍地，俗就是口俗，讲话啦，话俗啦。哎，你哪这么会讲话？啊，你讲的话，句头吼，哎，安尼粒粒分明。啊，你讲的口俗吼，哎，足好听啊，足好，这叫做啥？叫做俗无碍变啦。啊，你嘛安尼一句话提几波，啊，卡提几波，提拢无。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我拢头啊尾拢斗袂活来，我听无呢。你咧讲啥？安尼就是口舌歹啊，口才歹啊。所以咱爱学啥？爱学俗无碍。那么俗若是无碍呢？咱就可以靠着咱的语言随机说法啦。去度人啊，你应机说法啊，啊，这个人，是咱的亲朋好友，咱要安怎去甲伊度？因为咱知影佛法，所以用佛法的口舌去度伊。安尼，你得到事无改变的时阵，你就会感受到，哇，广结善缘。第二，爱有法无碍地，法就是佛法，你爱精通大小乘的经典，你对大小乘的经典的事理法相爱清清楚楚，不要含糊。咱就爱知影讲，你即马应该是咧讲啥？你离这个法相，你袂使呢，凊彩乌白过过咧，安尼唔对。大乘法、小乘法、菩萨法，你分甲清清楚楚，你就是法无碍啊。第三，义无碍地，义就是义理，因为你对大小乘的佛法，你的义理已经深入去。所以深强一切义理，道理上你讲起来呢，一听就知影讲你真正深入经中，你真正智慧如海。你讲的道理，讲这句话是安怎，人拢皮皮啊听过，你就讲到这功夫，因为这是义理，这个义理就爱跳开啊。义理若跳不开呢，咱人。有时候不是遐有智慧啊，听无啊，对哇？所以讲经的法师拢爱有义，无改变咯。第四种叫做傲说无改地，傲说就是讲你要度众生，不管人多甲少，人少甲多，你拢无减讲。该讲的话，你拢照讲。所以呢，你嘴伫咧讲，心肝你真欢喜，而且人听的人嘛足欢喜，嘛人人赞叹，讲哇，啊这句话，啊你一讲，我才知影这个道理。哇，原来这句话内底含义有遮深。所以咱要讲佛法互听。爱会深会浅会长会短，咱呢这个包罗万象，咱这个义理拢爱足清楚。如果若无清楚，安尼咱是要安怎叫做傲说无解？傲说无解就是滔滔不绝啊，唔免准备啥物写啥物过唔过啦，
凊彩起来要讲一点钟、两点钟啊，迄嘛真简单的代志。是安怎？你哪有法度？我安准备十分钟、五分钟，我就感觉足困难安尼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傲说无改变。他很乐意讲，他有很多义理要讲。当然，人听了就会感觉足欢喜。那么行菩萨道的人，各位必须记住：四无量心、六道万行、搁四无碍谛，啊，搁有六神通力。六神通呢，咱时常常来讲啊，讲神通啊，着有这天眼通、天理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心足通、六尽通，咱知影，逐逐嘛听着啊，经听遮久啊，咱会知影六通。但是各位，眼若通，伊就会当看十方无看碍、无碍呢。你若有通，远近拢总皆闻呢。他心的通，就是讲会当了解对方的需求，所以能得应机施教。所以要度众生，一定要有他心。对方伊心肝内咧想的咧想啥，伊需要的是啥，你讲出来话会合伊听袂？这就是要有他心的功能在心啊。第四宿命，这个宿命就是说了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世的事情。啊，你说这样，你看到这个众生，你要他这样欢喜的是欢喜，跟这样很欢喜的乐观，啊，忧愁的是忧愁跟嘎，对吧？啊，这众生的忧悲苦恼这么多，你要如何去解决他的问题，都要有淡薄的宿命的原理在里面。啊，你说你有宿命，啊，你不有神通，不念啦，心里来行里外。各位，咱的心肝里内底，心肝内底欢喜写里面，来心肝内底忧愁嘛写里面。看到你的面，一看就知影，哇！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啊！你是一个忧愁苦恼的众生，啊！你这个人呢，实在有够开朗，真好斗阵的人，一看就知影，讲你这个人唔捌讲一句实在话，拢专门虚虚假假骗人的。啊，你哪知？啊，就写里面的啦，因为你的面相。欸，咱的这个面就是汤盘，你知道？啊，这个汤盘顶下面就有机关啦。啊，下面这个机关啦，在操作的时阵，这个汤盘会震动啦。所以各位，是安怎你的面会安尼瘫痪死，也袂直死？是安怎你安尼呢？啊，目眉深锁，啊安尼吼？是安怎？你的眼神呢，拢无神。对啊，一看就知啊。所以你家己照镜看嘛，知影，对无？凡什么代志，唔免讲，得靠神通。咱呢，家己宿世的命运在在里啦。啊，那心足通呢，就是无论远近，咱顷刻之间就可以到。所以各位，恁即摆拢有心足通哦。今仔日伫台湾面啊，阴暗着到到外国去哦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六通内底呢，咱甲心足通呢，哈，讲一个就好。好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了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尽出于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忏摩会上佛菩萨。